在我们就是好的歌曲之后呢，其实大东最近也有一部新戏要上咯，叫做爱就在一起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样，像支持飞轮海一样支持大东的新戏，就在2月15号的晚上十点晚上十点中式首播，那下个礼拜的2月28号呢，共襄盛举，我刚刚也发了很多啊，希望大家都谢谢大家，未来的一年，当然未来每一年都能好好的支持飞轮海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时间了，帮你们拿麦克风准备来拍照了，只有10秒钟，开始现在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。